Chris嘅公司名系Survey Decoration， 中文名系音塔装修工程有限公司，专业系商业装修工程，地址系大角咀必发道嘅，年资31年，家庭系佢自己已婚啦，有2个小朋友，大仔就已经大学毕业做紧嘢，细仔就大学第3年，业余爱好中意煮嘢食，睇波睇时事节目。 咁興趣活動咧就行山打乒乓波，期望咧就公司發展成為專門項目嘅裝修公司，包括地鐵站啊、機場咁樣啦。咁啊秘密就一定有嘅，想知道記住約佢1:1啦。咁成功關鍵咧就要抵得諗，做人抵得諗，唔好斤斤計較啊。Give us game 呢個待人最緊要熱誠，全力以赴。咁啊唔該曬 Chris，thank you。好，多謝各位。 我嘅專業咧就係商業裝修工程啦。咁喺2015年啦，Infinity 創會嘅同一時間咧，其實咧我就都同一時間參加咗一個公益嘅活動嘅。咁啊，其中咧係都我哋創造咗一個吉尼斯嘅紀錄。咁咧係咩紀錄咧？就係咧係用一個太空球咧。 係以最多嘅人數咧，係完成一個50米嘅賽道嘅接力賽。咁啊，太空球咩咧？就係一個好大嘅嗰啲透明嘅波啦，入邊咧就擺咗個人喺度啦。咁我哋咧就係用即係237人嘅次數咧，係完成咗呢個記錄嘅。咁啊，同一時間咧，我哋咧亦都即係夜晚搞盆栽啊，呢攤遊戲啊，咁成個。 項目咧，嗱，大家見到咁樣，成個項目其實我哋都做到超過100萬嘅，咁然後咧就係資助咧喺大陸嘅貧困山區咧起橫行嘅。咁因為我當時咧其中一個副主席咧，所以有幸咧可以企喺咧即係頒獎嘉賓界嚇。 好，我另一個身份咧就係其實係一個專業嘅工業測量師。咁喺建築嘅顧問團理之中咧，大家都對建築師啊、工程師好熟悉咧。咁但係其實工業測量師咧都係不可或缺嘅。咁測量師有多種啦。咁其他譬如產業測量師咧，我哋以前嘅特首林鄭英就是產業測量師啦。 我哋一般人叫做農地官呢啲咧，就土地測量啦。咁佢哋做咩嘢咧？咁就簡單講講啦，就係嗱，譬如咧，我哋咧地產嘅 power team 咧揾到笪地啦，想起樓啦。咁個金主咧要知道咧係要用幾多錢啦，同埋啲錢點樣用法啦，咁我可以咧就估個價俾佢啦。咁如果落實之後咧，就要做一啲投標文件啦。 處理同埋寫個建築合約啦，咁翻咗標之後咧，要睇一啲價錢啱唔啱啦。咁另外開工之後咧，大家都要出糧㗎，咁我哋咧就要睇一睇佢哋出糧嗰啲數項啱唔啱啦。完成咗之後咧，就要埋數啦，大家咧就要對數啦，簡單講嚇。咁我喺我 出嚟創業之前咧，就係呢間公司咧，就工作過超過20年啦。咁我一生嘅武功咧，基本上都係要學嘅。咁喺我3秒之中咧，咁就講我嘅強項咧，就係餐飲同埋地鐵站嘅項目啦。咁呢個咧就係最近我完成一個代表作啦。嗱，呢個品牌最近都hot hot地嘅咩？好想知好啲嘢再次嚟裝修嚇。咁好多人咧就話地鐵站啦，好麻煩喎。咁我哋睇下有幾麻煩啦嚇。咁一般嚟講咧，地鐵咧對於咧機電設施咧係審批比較嚴格嘅，尤其是電器方面。咁呢度咧嗱，你見到咧，佢哋將咧電器設施咧分為咧。 高中風險啦，咁通常呢啲咧廚房入邊嘅嘢嚟嘅，咁除咗我哋要submit啲 catalog 之外咧，乜嘢資料咧都要列晒喺呢個報表嗰度，咁呢度咧好似有成45項嘅，OK，
咁譬如黃色嗰啲咧，基本上咧佢哋要分咧就非黃色嗰啲咧，基本上佢有時間制咧，就你刪到嘅時候，佢自動幫你熄咗佢啦，減低即係出事嘅風險。咁另外咧，連低 lock 嘅嘢咧，即係好似電腦啊、mon 啊、server 啊嗰啲咧，都要俾 Catalog 去批嘅。咁呢度都成九項。咁麻麻煩就睇下你點睇啦。其實咧，你俾啲耐性咧，其實都冇乜問題嘅啲嘢。嗱，左收面嗰個咧，基本上咧，佢哋咧好多時咧就睇認證，有認證就放人家啊。咁除咗係要揾即係啲叻去做啲認證之外咧，右手面嗰個咧就好得意嘅。即係如果你個品牌咧係有啲公信力咧，紙皮膏就得㗎啦。譬如順興呢度咧，佢點樣箱嗰啲雪櫃咧，就話我做咗一啲測試㗎啦，你信我啦咁樣，咁都掂嘅。咁除咗電器設施方面咧，燈具方面咧，亦都好多時咧係過唔到關嘅。咁燈具咧，其實咧係分幾個部件嘅，譬如咧個燈殼啦。個 drive 啊，或者係電，跟住個火牛啦，同埋嗰啲燈膽咧，都分別係要審批嘅，都要有認證嘅。咁大家都知道咧，飛利浦喺電燈方面咧都好出名啦，係咪？但係唔代表佢一定過關嘅。而家當初我哋個設計師咧唔信邪，佢話中意飛利浦。審批咗兩次都係唔得，都係唔批嗱，有道理質實，唔得你唔信。咁即係我哋要轉翻咧萬佳美，因為萬佳美咧係之前咧就已經喺地鐵係批過嘅。咁好多時我哋個玩法咧就話地鐵批過嗰啲，我哋盡量用啦，避免一啲阻滯啊。咁呢個係咩咧？就話佢哋驗收咗之後咧，見到咧佢哋貼曬。封條嘅，咁基本上咧驗咗之後，你就唔准私自咧開嚟改動嘅。OK， 咁另一方面咧，好嗱呢張相睇睇有咩特別咧？嗰兩件嘢嘅安裝嘅位置係比較特別啲嘅。基本上咧，佢哋有條條例咧，就話花灑頭以下咧嗰啲咧500咧就唔可以有電燈啊或者係阻滯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全部咧個 mon 啊嗰啲變形燈咧都要係降低啊。咁呢個咧花灑頭係咩問題咧？就話一般嚟講咧，如果係花灑以下咧，有啲 object 咧，我哋亦係有好興嘅字啦。就如果是超過800咧，你就喺下底要加翻粒花灑頭嘅啊。咁呢度咧，其實我哋設計嘅時候咧係唔過800分，做出嚟嗰時咧就過咗少少，所以俾人屈都要加翻粒頭啦。領錢嗱，領錢咧好多人都話麻煩，咁其實咧最主要咧係睇你係即係。係邊個 team 啦？咁其實都呢一間我哋喺旺角火車站上高而家 top 叫嚟到咗700號嘅。咁主要就係因為走個問題啦，房中房係俾人 comment 到嘅呢個。好呢一對咧，好多時咧就你公司租咗幾時滿啦？如果同我one to one 嘅會友咧，都會記得㗎啦。咁呢一句咧係將會咧係，如果你問你周邊嘅朋友咧，就可以有機會為我帶嚟呢、這個referral 嘅啊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香港嘅租約咧一般比較短啦，完咗之後咧基本上你係留低又要走嘅時候咧係要做還原清拆嘅。咁我早前咧都為淡仔咧做一啲還原清拆工程啦。咁另外咧。冇封面之外咧，文咧就是、我做即係亦都可以幫人咧申請呢個城市牌照嘅啊。
我需要引荐咧，就系打算咧喺地铁站同埋机场开店嘅人士啦。计划喺地铁嘅商场或者领展嘅商场开店嘅人士啦。同埋公司将会满啦，要搬走啦，需要清拆还原交换批俾业主嘅老板。多谢大家。